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宝、啊，欢迎收看《相亲》的朋友继续广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有请阿宝老师加宝妹在家为你合办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财务方面的问题，来，不清楚，不了解，六三三八六。 零一六三三八六空一，好了，我们接着来看吼、哦，其他听友底下个网络上帮问阿宝老师还在问题，来看一下吼、哦，这个李家镇，李家镇职工所有面塘呢，已经扔入去废水内底，爱喷什么款的药剂来做封底。过来呢，伊要囥吼掠塘的这顶啊。 是讲要放这个哈，就是应该是一些专业的这顶啊，啊到底呢水分得爱控贵个。嗯，这种咱一般哈，是呃糖油啊哈，所以其实农业农茶果农同款啦，它就是一分。 呃，那是以这个吼来讲呢，吼啊，伊就移行性吼，啊，加着一个叫做接触性的吼，就讲、是、伊有法度有一个诶、欸、刷会刷叮当的这种呢，叫做移行性吼，就讲伊全的加，但是伊的啊有法度入去做物的、啊、这个体内啊，对着做物的这个啊，体液呢开始来个血液的流动，吼、啊，爱、啊個就是、这流叮当，爱到遐些糖呢，对，这个啊，都有法度呢去。 影响着安尼吼，所以啊，即通常吼，呃，即、这个著是有即款诶，即个即差别啦吼，所以呢啊，即伫咱咧用诶时阵，当然著是讲，因为已经即、这个已经浸入里伫内底啊嘛吼、哦，那么呃，一般来讲啦吼，著、哦就是讲若是已经有法度入去吼。哦 那么这通常呢，咱得爱选择有一寡啊，有即个移行性诶，即、這个即个啊，即种杀虫剂即类诶吼。就是讲伊可能你咧选诶时阵呢，啊，得爱选择有即类诶，即个即个啊，即、這個、有靠有即种移行性吼、啊，有法多招叮当吼，啊有法多啊，即、這个招叮当诶时阵呢，即、這、做、個、主,主人啦吼，伊成功靠法多啊，即个下当来解即个渗透移行吼啊，伊、這個可,啊、可能得有一个较好。 好个效果一般来讲，这种有遗行性,性的这个药啊，吼，通常是对虾米吼啊，通常是咧胎，即、就是那个气备之类嘅吼，等讲迄个啊，因是这种呃，即、這个诶内吸型，吼，并讲伊素结的这种做即个糖，哎，会去甲食。 啊，因为咱迄是毋是已经有易生性嘛？吼，啊，所以第一只遐的糖衣，什么什么部位甲食着啊，伊都拢啊，都会有效安尼吼。所以这最主要咱咧用呢啊，大概呢就是讲去选择吼，选择即类诶一个啊，即个即个药啊，吼。大概咱咧选诶时阵吼，得讲伫即个药啊呢啊，会以来甲伊选择较俗即类诶一个之、這个。 啊，这种杀虫剂吼，这大概是安尼一个、一个情形吼。所以呃，这都要去看哈，你、就、讲、是、你要去改限呐哈，并讲咱咧限啊，在有害时阵呢吼，大概你就是要去注意到哈，去啊选择有这个、这个预防性,性的这个、这个用药吼。啊 那么，这来底就是讲啊、呃，有一歌像咱这个啊、呃，为什么阿巴丁吼，迄阵都出来的时阵，和大家呢啊、呃，真介意吼、哦，这个原因就是讲，有一个啊、呃，这个易性性吼、哦，所以呢，呃，通常呢。<coughs> 通常吼、哦、啊，因为有这依性性的关系，所以迄阵呃，伊个效果都较好诶吼，你唔免唔免一定甲抓掉嘛吼。比如讲啊，伊若是装伫只附近吼，啊伊有即个效果吼。啊，所以呢啊，即得手吼得、哦、手呢呃，就是有即款呢，即个即个效果的即只只，所以啊变做吼变做呢啊，伊个效果呢，到底下的好较好吼，所以即得手啊，咱个应用的拢诶啊，迄阵吼都大概都会很很。 疯狂哈，这原因就是伫这个所在那么在，伫伫咱咧用的这个这汤药啊，内底到底是虾米物件较有这种啊，有这个宜行性,性，然后就是讲啊，大概呢，咱啊尽量哦，当去选哈，选就靠这个啊宜行性,性的这个这个药啊，哈，这通常呢啊，大概就是讲，比如讲像咱这个定时加保护、啊 啊，即类诶一个一个药啊，加宝利吼，即种呢啊，这咧、啊、用吼，这大概啊都可以啦吼。啊，因为这药啊真济啦哈，这尽量你会当去选择诶，就是讲啊，选择有即个易生性吼。啊，即、啊、种有机磷剂内底吼拄则讲诶，啊啊、是氨基甲酸盐类哈，一、啊、个是有机磷剂吼。有、啊、机的这类磷剂来的呢，伊毋是全部拢有易生性,性，比如讲二氯松、二诶三氯松，这都无易易生性耐氯松。 这两部移行性哈。 啊，但是呢，像即个大麦松吼、哦，大麦松呢，啊，大麦松伊就即、這个依性吼，啊，所以啊，这通常呢，伊就咱咧选吼，就是讲大概的尽量啊，选即、這个像大麦松吼、哦，啊，还是讲诶，即、呃这个大概即类嘅吼、哦，一个什物咩吼，咩、哦、多松啊，啥咩四松，啥物，啊，即、这个药啊，当然有为讲我转什物款吼，所以呃，大概这一类的药，你会当去做解解。 选择吼，这通常是安尼吼，就讲、是、已经整理<了>啊，咱就转一因这种有即、这个啊，这遗传性的即个即药啊，吼，有即个系统性啊，伊有即个即个杀虫的即好个吼，即得得数呢啊，大概就可以哈。啊，像即个阿巴丁、咪咪丁吼，即、啊、两个啊，伊咪丁遗传性的作败哈，啊，其实阿巴丁遗传性的无已经足好个啊，吼，所以啊，咱嘛是呢啊，咧用吼、啊、有一下就是讲，第第一个药。 来有一个很啊、呃，这个配单哈赔单啊赔单这种的一个这个这个啊也流行性也还不错哈、哦，所以就写劣单啊来改这类、个、用这种物件吼。啊，金妈呢，大概伫咱咧转在汤药啊内底吼。哦 啊，伊之类伊较特别，一类对四派分四派妹之类嘅哈啊，即系当年较转机来的作鬼，但是为什么伊也作鬼哈？因为呢啊油啊较新啦吼，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伊这毛移形性吼、啊，尤其像即个四派妹吼，即啊那转机机的大概都差不多冻顶啊吼，即应该那是啊，即落底啊呢大概就要啊要蛮深的哈、啊，所以汤油里啊来对吼，即有 G 个移形性呢大概就。 大概就这几个了吼，这无无真多吼，所以啊，你也当小选择一个安尼吼。那么如果吼，如果呢，你那是讲啊，唔知影要按哪来改啊，这個、你也当先啊去甲吹出来吼。咱、啊、有一个这個电子书吼，农、啊、用药剂分类及作用机制检索表，啊、这部啊啊个人非常推荐啊，你那是对这农业有兴趣，你都甲这物件提来看暗面。要 啊，该当做预订吼，拄着诶时阵啊，咱着甲这无几呀吼，拄、哦、着咱着得该先去查查诶。啊。即内底有三百几种吼，三百几种常用诶一个即个农药，啊，即内底呢，这大大有效无效啊，是甚物款吼啊？咱会当去来个即个配合啊，配合来用啊，这样起来呢，大概就比较能够熟悉吼，真侪当真熟悉呢啊，你会当知影讲？ 即个基本上吼啊，即、这个条吼啊，因为其实吼伫台湾啦，吼，咱有登记诶，即个油啊，内底差不多。 呃，三四百种吼农药，但是真正吼、哦、真正市场上較有咧流通吼、哦，差不多是四五十种。你也听咱节目就知影，哈、啊，不啊，较流嘛，底下咧流。啊，有嘅药啊，吼、哦，唔是讲唔是讲伊袂使吼，就讲、是、唔知安怎，伊就是做派病安尼吼，即、哦、可能派用啦，先做啊，派、啊、用不一定不好、哦、还是讲伊嘅即利润坏啦，是虾米？伊嘅即个呃，即农药嘅即即销售有真复杂嘅即个即个机制、哦、所以有时候呢啊，也没有办。 法啦吼，所以呢，这里就当给咱听众朋友呢，啊，少做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说明吼，就讲尽量呢，哎，当互咱好朋友吼少。 啊，小了解者，讲、就、尽、是、量哦，尽量呢啊，咱咧用药的时阵吼啊，少来改这个啊，少来注意者，好，这基本上吼，基本上呢啊，是按呢这,這個情形吼，所以呃，有当时啊，伫咧应用的这个这个规定吼，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哈啊，你一当学哩学做节长课哈，嗯,嗯哼，好，来六三三八六空一六三三八六零一。 接着来看我们听友阿耀阿耀就讲伊个即帝王拔蜡吼是安怎？伊土地啊之前拢有喷药，但是这三东采收吼将近有一半拢是亲像刀片迄个模样吼，是毋是讲因为帝王拔蜡呢，伊无甚物块嘞即抵抗力哦？老师待会呢，诶、欸、再来帮忙回答一下哈。我先接一下一九三零的电话，来，喂一九三零你好，喂主持人老师好，嗯，老师我昨天问那个问题是。 我目前已经都做果，做果了啊！这因为这个品种，我我这个品种我第一次种，接那一次结果结，嗯、你看结那么多，那么多果啊有。啊，我之前是，我有听你的建议，我尽量都有用钾肥比较多在操作的，啊。可是一马其动安内啊，那一点要钱的济。我我现在肥料就是。 有有有那个但那,那个好像撞墙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laughs> 搭配会比较好。哦、啊，那个胡瓜嘛，嗯，我这胡瓜胡瓜苗，我我嘛的那些棚架下，啊可是我也修瓜龙我修瓜冻伤、啊，然后这礼拜这礼拜可能够管啊，我我可能要等到下礼拜一才种。啊，此外呢，我我在处理上有那个用海草精啊，那个可以再用一点薄薄的那个二零三下去吗？嗯，那个、啊。 嗯，我我那个就是我要追水嘛，就是我要过那个啊，请阿用个自来水搭配，就是一些一些东西的话可以吗？农药还有一些营养剂，用自来水还没干得下哩？嗯嗯，好、哦啊，麻烦闻到一下，谢谢。嗯,嗯，好，来<好>，嗯,嗯，来，这个主来水的这一部分哈，先较简单哈，再、這個、先回答，这個、其实是可以的啦。哈，就是讲啊，呃這个类，吼，你。 你一般来讲吼，就是讲咱若是呃，对应用诶时阵，自来水没有那么的忌讳吼，因为自来水内底啊，除、呃、非你迄拢是直接，我感觉你若伫厝理接出来这自来水吼，其实氯并不多了，卫生安全嘛，因为坑里追它来的啊。 哦，啊绿氯就会一直消失，吼、哦，所以为什么啊、呃？咱真侪即个自来水呢？事实上，呃，如果不加氯，吼、哦，这个大概咱呃，真侪咱的即个即、這个。 很多人都容易生病，哈，这包括糖啦、啊，还是什么款哈，啊，去玲珑就容易破病。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拢有水塔，哈，这都用水塔，哎，水塔底下也真济呢。又个这唔是讲用水塔无嘛现状，哎，水塔底下，呃，你那波洗清气还是讲有，它那个氯呢很快呢，它就。 就会流失掉所以呃按那一点点的氯吼，对咱的即个微生物吼，即个啊不三要紧吼，所以你得，比如讲你要要嘴的这种做法吼，要过改盘啊这不要紧吼，你就是安尼个用就这样子用就好了，没有关系哈。我是感觉呃用即个煮来煮因为你有蓝油啊有蓝油啊时阵呃也看盐啊吼，其实我还是觉得看盐你的欧北用，嘿不在上面煮吼，啊会比。 较有把握一点点哦，因为有当时啊，你个水无清气，会去影响到，而是讲些水的一个水质不介好，去影响到这个油啊之一个这个效果哦，这个会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去影响到它的一些一个这个效果。所以倒不如利用这个自来水，啊，用自来水的时阵。 无汉尼个忌讳吼，有为人咱真惊一点点仔的，迄迄、那个微生物呐，迄点点仔自来水伊都发袂起来吼，自来水就这样子伊都发袂起来，迄、那个微生物也不咋地吼。啊啊，弟，更何况迄个氯呢，它是会啊会会会不见的吼，会反应诶，即个也无去啊，咱微生物咱并公咱用诶，你若莫用水诶，你是用粉啊？ 阿、啊、用户那落起了，伊迄个包子刚开始要要活化而已啊，所以等到迄个绿冬无去啊，咱包子活化起啊刚刚好吼、哦。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哦，所以这得体呢啊，你也当尼来来做这放心吼、哦。所以这样面家你来用吼、哦。啊，另外一个是讲呃，这仔啊，即阵咧种的时阵呢吼。哦 呃，你的這个即个二零三，你若是买落去加装啊，吼，宝宝啊，吼，大概一千五百倍，吼、哦，即、这个两千倍都很安全，然、哦、后我是感觉讲尽量无你着像迄个五五三这种物件，吼、哦，还是有为咱有决定话，一个,一個是即个德国进口类，但是即个效果较无共吼，啊，你当改少对咧加加找者找者，即、这个物件嘛，呃，也也是还蛮不错的啦，吼、哦，尤其像咱真侪好朋友伫即、這个五五三咧用吼，摕、哦、来加 设计的易肥咧咧绑啊、呃，效果其实还是还可以的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你咧？当安尼来用吼。所以啊、呃，这不啥要紧。吼、哦。啊，你二零三因为这是啊、呃，这个钙镁较悬吼、哦。所以讲栽啊时阵，咱是希望，听众朋友咧，用咱较早拢是啊，较早拢是用这个平均肥吼、哦，平均肥。 呃，你讲罐头其实 OK 啦吼，那是做后边呢，其实最好不要用平均肥去做后边哈。啊、哦，即、呃、码呢，这个概念都有修正哈、哦，就是讲呃罐头的时阵生长的肥，而是讲浇水吼、哦，你用平均肥 OK 的。 来就好，吼，这不要紧啊，这因为金那的筋薄，迄个鳞呢啊，多一点点无所谓吼。但是的后面，尤其这种油腻性的这个鳞吼、哦，在后面想过头侪时阵对鱼啊本身就是一个刺激啊，伊较容易老化哈、哦，所以迄个仔啊呢啊细细长的想过头生的，我讲安尼较用。 你也无去啊，无去土长，也无啥，你甲互安尼迄上过头硬白哦，伊后盖去应用着，伊后期产量吼，所以不见得也是一个好事啦吼，所以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你应该啊，若、呃、是会使你著是该用磷较钙一数啦，啊，也是要一点点磷啦吼，啊，咱著是讲啊，即、這个氮磷钾氮啊钾较悬一数啦吼，是二十十三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然后有没有钙啊，这大概都是一个全营养的这种管理。 啊，这,这样咧来用吼，就 O K，大概一千五百倍啊，你也较担心两千倍哦，因为物件少吼，这无啥要紧啊，生活伊较紧咧，当心啊，经营拍开吼，这是上重点。我是感觉讲啊，即、这个海草精即类的这物件吼，这六关过，那应该伊迄个开金的较无即部分的这这问题吼，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啦吼。 那么啊，即、呃、个你小做一下即个参考吼，即、这个、大概是安尼即情形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因为之前吼，即、这个啊，即、呃这个带动啊，即个问题呢，即、这个呃，他那是小啊哈，并讲大号哈，因为可能有一个啊，咱较早看拢是较无共款的品种吼。啊，如果以前那是较本身伊就较大号啊，还是安怎？大号是。 第一就是互咱一个体型蛋较悬，但是伊是不是有像骨头这种有，咱这咱、個、来注意啦吼，就是讲啊、呃，是不是有这個、有其他的这这问题，并讲大号个薄号啊，这咱、個、就做很很吃力啊吼，啊那大号啊。 有搞闹啊，搞闹的表示讲啊，其实也还好吼、哦，所以的 couple 三要紧吼、哦，所以啊，这你爱先判断看买只，因为即马呃钾还是不能低啦吼、哦，所以你即马咧落肥的时阵，你就是比如讲十二五二十四即款的姐姐 B 呢啊，少落者，爱要给氮就要给钾，要给氮就要给钾，记你即个环节，所以啊，硝酸钾其实是一个适当的一个这个物件哈，那么。 那是安尼一半豆啊，较加一点啊，即、這个硝酸钙吼，著、就是讲啊，你食甲油较悬一点，因为即马隔遐济吼，食若有够。其实我看你个长真惊应该是歹过吼、哦，呃，伫。 即、这个即卖一个品种吼，即卖即种彩椒也好啦吼，甜椒吼，是说也是讲阿伯啊看到即、这个、辣椒，吼、哦，迄有诶真正有够有生几张，目墨丝然后每一个节位拢是即、这个啊，拢是果呢，啊拢排调吼，伊长新有够惊，其实啊、呃，比如讲像即卖即种温度对对大东亚来讲呢，应该是。 啊，晚上稍微凉一点点而已，但是要不每个讲会寒，迄种诶，即每讲特别寒，即种情。但是即个白天的温度对于来讲是行动足好诶，即个即个温度吼，啊、呃，所以也生长量真高，所以你可能里的是价高高吼，我是爱强调吼价高高。苦苦苦 啊，所以你落肥的时阵啊，不能没有价，绝对不能比蛋还要低吼、哦，这蛋价比呢，啊，你一定要加加控制一下吼、哦。啊，另外就是讲，这个五五三吼，咱当然是会当摕来杀菌啊吼、哦，就是讲确实是啊，日本是用伊来做这个一水噶一水的这个中间的时阵吼、哦、啊，引起噶黑水啊，看伫这個布盘内底吼，甚至因因要看布盘进前，因呢去噶捞一遍这个五五三吼，这种。 用酒精发酵而个砍嘞，啊，这个、目的是要创啥？哦，土壤内底迄个微生物吼，啊，即、这个些、那個、腐生型的即个细菌啊。呃 即个当较活跃吼，即对这部是好啊，对寄生型的这细菌呢，因为误判吼，因为误判呢，诶、欸，是唔是有这治不来啊？然后他们就醒过来，醒过来发现被骗了吼，然后就没有东西可以寄生，然后伊的啊伊的的即个错起来吼。所以啊，即、呃这个的研究上是这种的即个即、这个结果哈，所以这效果呢啊，即当和咱和朋友呢，小做一即个,个了解掉的、就是讲啊，这确实呢是这款的即个这情个形的嘞吼。哦 嘛、嗯，这里家，让你小做一下，这个了解，吼，这個、大概咱的应用是安尼。啊，伊为啥物叫做五五三呐？吼，就是讲啊，伊迄个氮磷钾，吼，这啊是这款的，一个，一个比例，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肥料。吼。所以你若是用即种啊，因为伊最主要是一个，这个。 酵母菌哈，酒精发酵液哈，这村的来这物件哈，吼嗯、那么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在应用的时阵啊，大概呢，拢会当该啊处理掉较合适小块哈。这大地上是按呢些情形哈。那么直接和你小做一下这个参考哈，这大概是安尼。那另外你传过来这相片内底有一下啊，有一个迄个叶子吼 扒起吼，这应该毋是寒害了吼，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是寒害吼，寒害啊、呃，寒害吼，别讲干啦，龟区啊，拢好好干啦，一长不会吼。你寒逐个做伙寒吼，啊，那个东西啊，即码即种品种拢是足稳定诶。所以啊、呃，一般来讲，伊若是寒害吼，若是去寒着，一般是全部吼，别讲干啦，一长吼，不会只有其中一颗啦。吼、呃、啊，这应该爱注意者下、就是讲啊，甲、呃、看起来吼。呃 啊，伊、呃、可能，较类似即个像啊黄叶萎凋即种的这这经营吼，这,這要小心，吼，或是讲啊在转叶爱时阵，是不是迄只还有什么问题？吼、哦，这个大概都有可能，但是較看起来啊、呃，一般但一涨半涨吼、哦，多多数呢不会去太在意。一般咱咧看到即、這个啊在、呃、东啊，是不是有较寒啊，是安怎吼，会看它的叶子吼、哦，比如讲伊叶啊呢有那种迄种缺磷的迄种竞争。 哦，逐行缺理那一种竞争，哎，种经营呢，咱得所得的啊，去改触判哦，这是不是啊，有一点点寒害的一，即个即个啊，即个很凶安尼啦吼，只、哦就是讲呃，一般底即种温度还不至于吼、哦，还不至于吼、哦、啊，因为咱真侪真侪像即种宅啊吼，你即嘛即个刺柜啊吼啊，你特别紧。 啊！你特别静的时阵，你些仔啊，是不是啊？开始咧，就咱拢会小花改看布棚啦，小保温啊，是安怎吼？啊，所以通常伊较容易有一个湿度吼、啊，所以一级节就是讲按时看啊，即是即、這个一定要让它晒太阳。你若拢改翕掉的时阵吼、啊，有诶讲唔过即是即个温度过凉凉，过凉凉无唔对，咧凉过湿度悬的时阵嘛，就容易得疫病吼。湿、啊、冷的天气，毋是干那疫病啊，连落困嘛是拢会得吼、啊。所以这里啊， 注意一下尼就好啊！好，这一般啊，疫病诶，一个、这个问题其实还蛮严啊，蛮要去注意的吼、哦。所以即伫遮互哩，稍做者了解吼、哦、啊，对于这个五五三哈，那是无了解，听众朋友呢，较过含咱来己啊，即个吼啊，会当来己做一个，即、这个诶。呃 询问，吼阿雕概看买者，吼这啊，因为这用法，吼其实是还蛮简单的啦，吼但是的是讲，呃，底这使用上应该是还可以，吼这提供咱听众朋友小做这参考，哈、嗯，嗯嗯，好，这是咱一九三零的问题，哈，来，我们再接另外一通电话，来，这是邱先生，你好，诶，宝妹，宝哥，恁两位好，好，你好，新年快乐，嗯，诶，宝哥，甲你纠正一下啦，哈，嗯。嗯 喂、oh, hey.，有有听到，oh, <hello. S 2> 有听到，有。他、啊、他不是在现场吗？是是，他有跟你问好呢，<Yeah. S 2> 你冇听到？哦哦、oh, oh,，冇、欸、听。诶、欸、诶，宝哥，给你纠正下。诶、欸，你厦大话有看到那个大单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吧？在这阵较好看啦。诶、欸，诶、欸，你、欸、好、哦，但是我这边的时阵，这边看到看到厦大的学校啊呢。 会看得到，你你伫，但是即马天气无同遐尔好了。你你在大胆岛当过兵哦，哇塞！对呀对呀对呀，看得到，好天的时钟看得到。哦，看得到，哦，来了解你，我朋友给我讲的是健康的。哎，你在南山还是北山？哇，我我在那个中央中央连哦。对啦，哎，你也在中央连？我哪不知？道，我靠在第二分站上班。你是啊？哇！ 哎、欸欸欸，我咧叫下来，哎、欸，我今个月八个，一个八个。哎，这个资料我找无啦，因为我听、听、听你咧讲吼，一个一吨地六公斤的硝酸钙吼。喔、嗯，因为我是想要来用淡薄啊，用你薄仔微，它有那个一至三个月生长缓慢期，然后三至六个月快速生长期，然后后面就是芋头全重期嘛。嗯。 啊，若即个硝酸钙一吨地六公斤为为要用伫对一个细菌，会放水头安尼较好。嗯、是。啊，你若你若迄个硝酸钙一吨地六公斤是咱甲用我一桶啊安尼放水头嘛，放啊是直接来讲，更加等落去水头安尼。嗯。这第一个问题啦，啊，你若讲就讲即硝酸钙，诶、欸，要放啊放几届？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吼，明明我有。 块芋啊吼，伊才、哦、六个月啊。啊，伊这块地较早拢毋捌种过芋啊，拢种寡杂粮啦，迄块土豆啦，啊番薯啦。啊、我后我种芋啊了后吼，嗯，它长得是不错，可是这个来第五个月、第六个月，我来看看吼、哦，伊迄个小芋第四小，还、啊、是第五个吼、哦？伊拢得两样，拢老，拢软，就补安尼。 看落去像迄个老街，你好无？嗯嗯嗯。啊，我甲看起来，甲查起来，他一个明星易变呢。啊，到底我在想说，伊是是毋是欠欠某一种元素的的问题？因为包括这你应该卡巴苹果哦，麻烦你给我建议者嘞，好吧？谢谢你。嗯好、嗯嗯、好，拜拜拜拜拜拜。来，这里。 因为这是大家捌看过，但是伫屏东我都无即个把握吼。哦就是讲伫大家我捌看过一个，呃，初步啊差不多讲诶，讲差不多伫四五月啊遐，然后你也看到伊那种缺锌吼，拄、哦、开始那种即、这个营养元素欠缺啊。发生诶时阵差不多伫啊、呃、清明即较大加油机，若是较冷吼，即拄、哦、开始。 啊！你也看着那小花各样各样,各样，啊，差不多愈来愈严重，差不多较四月那温度较好的时阵，吼、呃这个呃这个、啊，即个情形吼来甲伊啊来甲伊即个看着即况，吼，心血翻翻黄，吼、哦，即、这个是毋是含你讲的？即、这个，因为我伫屏东是，呃，捌问过阮学长啊，吼、哦，阮阮学长啊，就是黄香义，吼、哦。 啊！我捌问伊，伊讲毋捌咧，伫边，东那从毋捌听，有人有即个反应吼。伊嘛去帮我啊，因为伊无关我啊，但是伊会去查嘛，吼，查看有人有农民来问即个问题，在改良田有即方面的记录较少看吼，啊，但是伫大家即只遮盖制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是讲伊即马钓钓的时阵，伊黄五黄五号时阵，你详细甲看，有当时連、這個、啊连即个哦，你也看到讲伊横林吼，嗯，伊迄连新北啊，到尾啊拢会转转。全 排气安尼吼，所以啊、呃，基本上有这款呢，一个一个，但是毋是，一库内底毋是盖济啦吼，所以即种你通常若是加些有有即个可能性啊、呃，因为若是感觉拄家布啊讲诶迄种竞争较型，就是讲，伊就是温度开始为凉起来，迄、那个开始变烧热安尼，开始变烧热迄阵。 来发生，也是伫小热迄个时阵来发生吼、哦。这啊、呃，目前尤其是细长吼、哦，大长的，大长以后的无足明显啊。一般是炒到细长，然后四五片叶啊，一只遐吼啊，会较容易去看着吼，哦、较容易去看着即种的这这竞争。那是安尼，这应该是一种线虫吼，这线虫吼，就讲、是、啊、呃，目前是证实吼，这不不是大家以前迄阵进前啊，坡啊，毋是捌伫。 啊，伫一只遐一查嘛吼，刚才我哋台中遐时阵呢，啊，恰恰下面去调查即种诶，者。因为即时阵吼，啊，阮有一个足歹运诶吼，就讲、是、即个有机肥送人用嘛吼，啊，咧乌仔鱼药机栽培用，啊，迄年呢，好死毋死呢，伊拄啊钓火啊个钓甲介严重安尼吼，啊，人别人卖吼，人别人啊无钓无，有钓嘛无遐严重吼、啊，所以迄阵为着即个代志吼，即、啊这个。 啊、呃，买买伊无偌济，无偌济钱吼、哦，较无几包有几肥啦吼啊！哦，啊，为着哎安尼，一遮一百六零登堂，所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处理诶一个、一个啊，这种一个,一個要害纠纷，一种吼，伊讲迄几叫有几肥伤着安尼吼。 那后来，呃，因为我坚持吼，即、这个我感觉讲钱要赔赔不要紧吼，即我钱绝对爱，若是要赔爱赔不要紧，但是我一定要知影是啥物情形。结果啊，介农场去调查，деньги, 结果是现虫，证实是现虫危害吼、呃，所以毋免小灾吼，即判断的。啊，未来农民是啊，斗隔近呢，当变好朋友吼，即常常哪啥问题，伊讲啊，婆啊好加载吼，即人原来是真好，伊讲好加载，你有甲我。 啊，迄阵你会坚持啦，吼，啊，若无后摆嘛，唔咋便安怎处理，吼啊，所以呢，你看若是迄呢，啊，我拢蚵啊，食袂了著是安尼，吼，若那金几仔较水的爱著呃，即、這个。 呃，寄来互咱吼，你看十几年啊，吼这安尼一路呢，拢是变一个真好的一个姐姐朋友。所以就是讲，呃，有当时啊，咱拄到这個问题的时阵，其实咱毋是去推，毋是去推卸迄个责任，然后就是讲，咱一定爱知影这边问题要安怎处理啊。所以你若是喊我讲个，这個、很类似啊，吼啊，有可能就是即、這个啊，有可能就是即种即个现场的这危害啊。所以迄阵若是园林有一半丛啊有疫病的时阵，伊嘛会烂，所以会误判。 哦，足这拢会误判，所以，呃，如果你即枯恒若是有后摆伫迄个季节，我那足容易来即个发生，吼、哦、啊，所以呢，通常咱会用即个托扶松啦，吼、哦，草草药啊，吼，啊是即个有呢桃丝松的一个即个劣剂，那、啊、即种物件就是讲袂使互夹起，来，所以通常就是温度要回升，伫冰冻应该是会较早，吼、哦，比如讲啊，凡、呃、势呢。 诶，即、这个像今年反正都当季过伊都起起来嘛，无一定吼。哦就是讲伊种类，种类炒三四片叶啊，迄只虾，吼差不多第四片、第五片，拄啊含你讲的差不多吼。啊、哦，一阵黄，吼、哦、这是一个、即、这个啊，较大丛，比如讲伊迄阵若无黄，大丛的袂黄啊。 哦，迄、那个时间過,、就是那個、过去，就若无，就就较啊就是讲迄个灾啊，迄个时间若过去吼，所以啊、呃，大概就是含迄个现场吼、线、哦、虫的这個危害较严重，诶的也有是点啊这关、個、系。啊，迄阵啊，伫屏东为什么较少看？因为屏东即边咧种即个蚵仔呢，含大家即只鸟是点仔较无啥共款吼，所以啊，因、呃、通常即、這个。 呃，管理也一个这部讲，所以好像较无听到即、這個、啊，有可能我是感觉讲是毋是都是即种情形吼、哦，这个机会很大啦吼、哦、啊，你也记得那是即情形，真有可能都是即、這个啊，有一种叫做新叶防化症吼、哦，这不要得改安尼改讲吼啊，这就是讲伊叫做新叶防化症，但是这新叶防化症呢啊，最后证实是一个即、這个吼呢啊，咱蚵啊拢真普遍看会到吼，啊这头啊拢会认为讲是啊大概拢。 底下判断拢要讲，这可能是缺锌啊，欠啥物吼？啊，拢无效，拢无效，拢无效。结果呢？啊，迄个是即个砂糖吼，大概就是即个即、這个啊，即、這个砂糖落去了呢，大概就就把它给解决掉了吼、哦。所以呃，这当然最重要吼，所、哦、以大体上呢是有一款啊，即、呃这个问题就是讲仔诶时阵就卖伊有即种问题吼，即、哦、后摆呢啊，即个问题就较袂发生安尼吼。所以最后你小做一下即个参考吼，当、哦 以上啊，是即个意思啦，吼，就是讲啊，不啊不啊，你讲的是即款啊。另外一个就讲呃，你咱鹅啊吼，鹅啊你整的时阵啊，迄、呃那个时间点上你，你爱小小着急的吼，就是讲啊、呃，因为多数咱也也成长的这个这个中间吼啊，比如讲你那是要好伊啊，你大这个过程，比如讲。 一般都是静类吼，差不多百二公即内底吼，你若边用即、這个啊、呃，要用即个硝酸钙吼，要用硝酸钙伫即个时阵你会当去用，因为即阵伊营养生长吼，其实百二公过去了呢，都无适合去伊下你悬的即个氮肥。无你都爱配合高钾，比如讲你用硝酸钙，啊，然后你去配合即个氯化钾安尼来用哦。那这样子或许就啊，即、這个都无啥物款的即个即个问题啦吼。 这是得体，啊，但是呢，你用这个消声牌、这个肥料的时阵呢，袂使堵水哈，因为你那是最堵掉的啊，它就流失掉，迄、那个物件是无法度吼，等于讲，伊、就、爱、是、有最靠作用啊。哦 啊、呃，水若伤济，伊会足容易流失掉吼。即、哦这个硝酸态、硝酸态诶一个即个肥料呢，啊，真容易来解即流失掉吼、哦。所以啊，一般来讲，伫、这、即个营养生长即个期间，就是讲百二工内底迄个时阵，你若要用拄着冷吼、哦、啊，你家用一束啦，啊，即应该是很不错吼，等于讲啊，即、这个中间，所以一般都是初期啦吼，初期变讲你啊，拄种吼，种秋秋天之水啊，秋天之水种落，较寒诶时阵无啥会大，迄阵你来用。 硝酸钙，因为啊，这种是增加咱的成本吼、哦。这些硝酸钙呢，还是啊，虽然现在比较啊，咱会当找着较好的姐姐来源，无讲真贵，纯度真好，但是实际上啊，含其他的肥料比起来还是稍微贵了一点点。啊，但是你若好好来改应用，你这硝酸态氮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吼、哦。所以我是建议讲啊，如果你若是嫌麻烦，比如讲你要用啊，原地你就用台肥的这些肥料，你就去找迄种特字号嘛，也有即个硝酸态氮吼，啊、哦、伊较。 给温的时阵呢，啊，伊嘛是。 诶，會有作用吼，所以你咧讲诶，就是讲一个生长停滞期，有可能就是讲温度较低，温度较低呢，一些氮肥效益也变做摆，所以咱也是啊，好一点啊，硝酸态氮，阿姨就打开起来，阿姨打开起来吼，咱可以啊，因为这氮肥大概就是在长叶子这个阶段吼，所以这时阵，然后伊以滴这个百几缸来对来用，大概就够了。这個、超过迄个时间都不讲真啊，我个人的看法都不讲相当诶，一个适合的吼，因为。 伊额头咧大诶时阵吼，毋是靠氮素肥咧咧大吼，是靠伊诶一个啊荔枝诶营养啊，慢慢慢慢啊开始去去转换吼，所以八几公内底啊，你要用诶晒吼。 啊！你用即个物件，呃，上好的是讲，因为迄量足少，就分得较六公斤哦，所以最好的是用这汤啊，甲羊开，即是上好啦吼、哦。啊，汤啊甲羊开料，吼、哦，汤啊甲羊开啊、呃，水甲拉拉，啊，互好，滴滴滴滴，吼、哦，安尼会较焦，因为这硝酸态氮呢，呃，伊是无法度伫土壤内底被固定，吼、哦，所以啊，伊也足容易就散开，吼。啊，散开有只加无只就漏掉去啊，吼、哦，所以啊，为、呃、什物爱控制伊的迄个量？就是讲袂使买伤济，因为伤济拢是溶。 所以足侪人会甲你讲，迄、那个大肥的肥无肥吼，即个原因就是安尼，就是迄、那个啊，有硝酸太淡，伊足容易流失掉。所以你若用特制号的肥料的时阵，滴寒，迄、那個、效果足好个吼、哦。这一季作，啊，你用一刷凉凉，迄种天气哦，迄、那、足、個、容易食着、哦。啊你若莫落伤济，其实啊，即、這个肥呢就不容易流失。吼、哦哦。啊，硝酸钙嘛是共款的，这个道理安尼吼，所以即互你小啊做一参考啦吼。哦 那说了起是这题外话，然后就是讲伫厦大，因为厦大伊个学校吼，伊伫是伫山顶，所以你伫即个大单岛看过来时尊，你可真的可以看到厦大。因为底些所在我我有啊、呃，我曾经这样子看过来，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为厦大一边要看过大单岛，你啊、呃，你除非伫较悬的即个所在，你那伫海边啊看过吼，因为地球是圆的关系嘛吼，地球唔是平嘛，地球是圆的啊、呃，所以呢。 呃，伊迄个所在你可能你著看较白，因为迄个牌啊是写黑啊你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个牌子小小的而已啊，吼，所以啊、呃，你爱伫较悬的所在，啊天气好的时阵呢，啊真的看得到，吼、哦，这看会着，吼、哦，这啊伫、呃、它是一个美丽的校园吼、哦，这下晡四点四十分吼，然后弄一帮即个游轮咧出去，啊游游轮要出港的时阵，弄条嘣，咱就站这，诶，拢听的声著知个，诶，四点。 四杂嘛，甲看我足准诶，逐概拢是去个时间里头，所以拢听迄个船声吼，啊、呃，听甲到尾也知影讲，诶，即可能是对一只船，那个声音不一样吼，真的、啊，哎，他较早阮阮姐表哥甲甲吹牛，讲伊听声伊着知影对一只船。我讲我听你岛内面，对，对啊，死船吼，啊，结果结果固定迄几只咧走诶时阵，你你给他听一听，诶，其实真的每一个船的声音吼都不太一样。 详细个听起来真的会不太一样。当然，咱无去个对光、对指甲、对甲，但是你真正来听讲、欸欸欸，诶，哎，诶，哎，迄声真正是无讲哦。所以，其实人的耳朵很有趣哈、喔。这当时咱人爱去善用咱家第个、第个、第个啊，这些器官啦。好，即讲呃，反正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哈。这呃，不过当兵如果在那个在那种鸟地方，哦，也是很无聊，也是够辛苦的啦。哈，这真正，所以为什么啊、呃？这查甫人。 能当兵，公一世人吼，公阿姐嘛，可能公阿婆啊，管公几年啊，是不是啊？你吼？这个有时候确实那个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一个记忆哈。去金门已经很很很那个了，还去大南。对啊，这个外岛中的外岛哈，这個、我那看到这种山脚来得够三角的吼，啊，这我们都是都是致以最高的敬意吼。那个地方真的很苦啊，以前我演习的时钟我都去哈，我我是。 假装是红军，然后登陆大胆岛，然后被打得很惨，这样子。嘿、欸，阿、啊、嘿、欸，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要被打得很惨，所以我那看到人，我們就是用投降安尼的，把刀腰随便当糖去夹。阿美伯，哦欸、你演习有便当吃哈？哦、嗯，卡早食饭嘞，哈、啊、哈，无你那多哔哔哔啊个多假咬人，等等那个演习结束的时阵，你卡食饭，那便当拢拎起。我那带先去用俘虏的时阵，那便当拢要个烧诶。哦呵呵呵 <laughs> 不小心把秘密给说出来了哈、嗯啊啊，好好好<啦>了，这,这题外话哦，是是是这啊、呃，大家稍微笑一笑哈，是是是这确实是，哎、呃，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难忘的一个记忆金门加码开放哈，哦嗯、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走走，对，到金门去走一走哈、哦，金门是一个好地方哈、哦，然后去看看鸟哈、哦，然后享受一下啊这种漫步的生活哈、哦嗯嗯。好，来。 看完了我们这个邱先生的问题了哈，我们接着来看吼、哦，咱帝王拔拉的问题，头他多有去讲吼，土地啊进行农喷药，但是只相当采收。 最近呢，拢发现着吼，就是这三年差不多都有一半吼，拢是亲像图片那个样子吼，是不是讲帝王没有一些抗病能力？你看一些小品，就是有一些有乌卵啦，包括是有会种定点的情形。嗯，这当然吼，这当然是会有这个啊，简单来讲，然后就是讲啊，品种上哈，品种上，比如讲像咱种这个诶，羽选啊，吼，选啊，这些炭生吼啊。 因咧爱文呢就很严重，吼，即大概是啊重加病，吼，比如讲像啊重加病，吼、这个，即个啊咱。 葡萄柚吼，这种诶，一个这个较严重吼，所以它确实是会吼，确实是有这种诶一个，一、这个可能性，然后就是讲啊，唔、呃、是所有诶有，所以这个会有一点点、一点点诶，一个、一、这个差别的，讲、就、你、是、品种上吼，品种当中啊，伊是不是有较抗病性、较无同遐尼好吼啊，是安怎吼？这个呢会的吼，会有这样的一个一、这个这差异，但是啊，是不是这个帝王巴拉德安尼吼？我是感觉系唔是啦吼？这其实。 呃，只是讲伊无特别的一个、一个抗性吼，无讲、哦、啊之类物件呢，吼、哦、啊，就特别的一个、一个这个抗性，所以啊，看得出来安尼吼，这个大概是呃没有吼、哦，也没有这个伊无即种诶，一个、一、这个啊，即种。 呃，品种的这个优势哦，咱掌握公啊，来讲这个青江菜，哎、欸，大家青江菜在夏天的时阵拢就食了的啊，就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哦啊，这个咱啊，五八上青的这个啊，这個、青江啊，哎、欸，第第第迄个。 大忙落雨的时阵，哎、欸，伊著比别人抗病性加较好，也伫迄阵落雨天呢，收量著造出来吼。所以，有当下这个是一个品种的即种啊、呃、品种的一个、這個、一、啊這个啊这些特色啦吼。所以呢，即、這个同学啊，咱你讲的这帝王白兰应该是即、這个啊、呃，大概应该算是台农一号即种的，这也是要、那、哈、個、啊，是毋是应该是叫台农一号即这凤、個、山试验所即边所育成的啊，这是珍珠白兰加无籽白兰的一个杂交的这个。 这个后代吼，这有一个，把它应该以品种款来讲，这个算一个啊比较早吼，这种有这个新鲜吼，这啊、呃，但是就是讲，伊这个有一个缺点吼，这啊，伊、呃、个这个这个叫低温吼，温度难克低时阵咯，把、哦、它就生吼，哦，这下不就哎，哦，伊去干平的，干想的，伊、那个比我的老催暖，就是伊低温有一个伊个酸快，真酸度偏高吼。哦 那那，那你那是爱嚼一点啊生葵的人哦，一种把辣，一种生哦，那真的是很舒服哦，这个非常的酸爽。 哦，比如讲像啊，咱咧食之个啊，酸白菜啊，那样，有人讲酸白菜做噶不会酸哦。你讲哦，我这酸白菜比较酸嘞、欸，我老我公呢就不要给我，不要，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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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给我、欸，免给嘿，得叫别人食哦。咱食的是比较会酸，他们嘞不不是很酸哈。而且讲啊，酸比较难凑，啊，难凑都无敢看哦。所以这八辣一种酸哦、喔，它其实就是一点点酸爽酸爽的一种尴尬，然后东啊，有些人就觉得它很酸、喔 但是这是高温的时阵，佮侪就是讲伊高温的时阵吼，伊个果肉也较容易啊、呃，有迄种类似像虫咖病啊，是虾米款吼，这个物件，然后也乌大乌大这个吼，就造成有这大概是它的一个一个啊，这种品种上的一个这个特性啦吼，所以这啊、個，啊、呃、你。 你讲伫咧包即个巴辣吼，拢有包吼，拢有包啊，拢会吼，感官了过会烂吼，即大概人拢感官正正经做巴辣嘛是安尼啦吼。啊，都我那食过来咧包啊嘛，伊嘛是食过来烂吼，所以呢，呃，咧包的时阵其实是有一定的即个吼。 有一定的，就是讲，伊若是你转油啊过啊落水吼落、哦、水呢啊落、呃、水伤过头淡的时阵吼落水伤重吼落、哦、水真重呢啊，即、呃、当可能吼、哦、问题就会比较大吼，比、哦、如讲你落水重吼、哦、啊你转转诶，诶、呃，其实等于没不转吼，所以咧咧包白啦的时阵，毋是讲你若是做不起，你转油啊你规矩分配，我是讲我随转过今日转。 吼啊全一包，啊包一包，全一包，包一药啊打水水包起来安尼，啊，遐、那、家、個、己包一口，我度你啊请人包你水药啊，了，人甲讲全过几工。 长串啊，那款后日热后日卡来给你包啊，热奥子后日热后日有闲卡来给你做的时候啊，已经个贵贵来落嘴，你去个包起来效果也不是那么好哈、哦，所以啊，哦、这确实吼伫即个把那这部分呢啊，一定爱伫即个工作上里爱小做些这调整啦吼、啊。这個、啊确实是有一点啊卡有哈，所以那么伫即方面来讲吼、哦，你应该爱小注意些吼、哦。大概啊不阿想要甲表达吼，是即个意思哈。哦 讲啊、呃，这单真多啦，然吼都会去遇到哦，拢会去拄着即款呢，即这,这情形伫咧吼。那么，所以你若是咧包吼、哦，这通常。 就是讲一定要呃水钻啊油啊打掉吼爱当随个包起来安尼吼，那大概呢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吼。那么你讲将近吼将近一半吼拢是啊即种情形之类吼，这呃这确实啦吼，就是讲啊这是一个床家病吼，这药啊小钻者这应该有个几個,個,个就是你落啊吼，落爱夹空吼，你用的塑胶袋吼。 呃，尤其那是即站啊，冬季站比较严重。你落啊，卖卖密封啦吼，卖完全密封，密封伊个水汽较重，因为咱当时咧白嘅时阵无多对比吼，所以迄、那个诶位迄个接口迄、那个所在咱白嘅迄个空水伊就遐呢啊水落去吼、哦，所以啊伊啊为啊水落去呢啊、呃、就有可能迄个袋啊的的担心担心吼，所以啊还是会啦吼、哦，所以呢啊即确实是安尼吼，啊即是干阿 巴拿无即种诶，一个著是讲迄红诶红诶迄种吼、喔，即个重甲病这种，即是较冷诶，冬天诶时阵吼，严重伊著乌乌奶类吼，啊若无遐严重诶时阵，著小看红诶红诶。那即一般来讲吼、喔，都是吼、喔，这进驻巴拿嘛是共款啦吼、喔，这有诶人讲水近诶较好吼、喔，啊，其实也还好吼、喔，水近诶都无几点吧吼、喔，所以呢啊，一般来讲因诶转移啊，较较港呼啦吼、喔，所以这基本上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有 G 个差距。 巨哈，这戴红巴拉克林熊大的吉红明个款吼，这个品种是个很不错的这个品种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吼，很不错的一个品种。那但是就是讲有当时啊，这个有呢。 呃个个哦这个、啊，毋是讲甲帝王八乐嘅一啲关系吼，即通常啊，即种创家病，即部分咧啊，是伫冬天吼、哦，冬天即只加拢就容易，做你迄个袋子吼、哦，你啲啊袋子诶，即即所在咧，爱少来改，即注意啲吼，即袋即上是安尼一个。 啊，这情形会当互咱好朋友，好小做姐姐了解一下尼。好，那么在管理上，啊，你小注意点。哈。嗯哼、嗯，好，来，最后还有那么一丁点时间哦，我看一下书名的问题。书名孟老师代志是有关叶癣状芽孢杆菌，为虾米呢？加乌糖水拢未起泡，不会冒泡。嗯。 这个冬天吼，是不是因为较寒这这个关系啦吼，所以啊、呃，基本上它应该会吼，这个诶、呃，你也是藤水噶加来吼，阿小噶拿来吼，啊，冬天当然没有那么快吼，这 呃，算应该是无生命款吼，所以这物件其实它可以放蛮久的吼、哦，就是讲你若卖讲去可以弹起来安怎吼、哦，这啊、個呃、基本上咱这个物件呢，大概可以啊、呃、放的有可以保存一段的这个时间吼、哦，没讲很容易吼、哦，这为这個、呃大体上咱咱这个。 在轮转这个比例都蛮高的吼，所以应该是不会哈。那么为什么也看不到冒泡？可能一冬天吼，伊得。 啊，呃、较冷吼，较冷呢，所以嘿、那、啊、個呃，要要发酵的这个这个速度会加足慢的吼，会慢很多吼，还不是一一一丁点的多吼，会慢慢真济吼，所以应该呢是啊，底有呢温度较悬啊，现状吼你呃，应该就比较快吼，啊你千万唔当用烧水吼，比如讲熬糖进行，就是咱听讲朋友兄弟吼啊，像去拉熬糖吼啊，甲迄个困呢怎啊甲落。 落来安尼吼，则不会不会冒泡吼，迄滚地落去，迄困咧。 啊，克林隆煞结的虎啊。吼、哦，大概就要醒过来的机会的那个几率量就变得很小吼、哦。所以啊，袂使用烧的吼，温、哦、的会使，就是咱手有在调，摸迄种温度拢袂惊，啊，手那摸起来感觉会烫吼，迄、哦、种水都拢唔掉啊吼，啊，一般来讲你若是用的即个温度是安尼摸起来安尼小块温温吼，即、哦這个咱有法多落嘴的即种的即个温度，啊，来蓝喉糖啊，来蓝即、這个啊，即、這个。 应该是会会会冒泡泡啊，但是被水被水黑了，水冒起来你们难讲水黑了，然后就马上不要紧啊，就四个小时以后哈啊，它才会慢慢慢慢。 啊，这个一般来讲，第一代会比较慢吼、哦，所以同常你第一代的时阵呢，啊，差不多要跟大概三个半到四个小时。冬天可能爱滴啊较小了吼、哦。所以有时候会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因为伊那寒的时阵，这个发酵的速度也较慢吼、哦，你有时候看不太出来那个泡泡东西，啊，它会很多细小的泡泡集合在一起，而且底下冰啊，你也少看有一半粒啊，一半粒吧吼，因为一些发酵的速度很慢，吼、哦，一些气泡就小。 吼、哦，这美讲美讲做大捏的哈、哦，这毋是金鱼咧富婆加讲会不做、啊、大捏诶。吼，一般来讲，伊拢是。 啊，小小的、小小一些、啊、小、爱嘎一小气泡集合这会啊，然后才会变成一个大的，然、哦、后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看得到、哦、啊，会了哈。啊、哦，尤其那是修个呃四个小时以后修拉丁当姐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哦。这得手啊，弄喜安哈啊。如果你还是有这种怀疑哈，啊、哦，喜安做呢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再测试一下哈、哦。这一般是会哈、哦，这个大概不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那是你做人的 哦，大概。 呃，你啊，中岛那个拿来，日本吧，去个看吼，吼迄度开始啊，吼、哦，就像咧开沙鼠安尼啊，吼、哦、或、這个扑瓜的作势，其实它蛮活跃的吼、哦，因为这个菌呢啊、呃，本身呢、哦啊，这这活性就好诶吼，安怎，然后我们又没有给它放很久啊，就讲困柜啊，当较好离吼，所以都是很新鲜的，所以啊，基本上虽然你是这休眠包子，但是环境适合伊回等啊，迄个速度很快吼，第一代最慢就在四个小时吼、哦，所以爱为温度低。 也即发酵的即速度呢会比较慢哈啊那反应所以为什么咱打糖要加加热吼？就是讲温度较悬的时阵啊，伊的即个即个反应速度较紧，溶解率的会较悬啊。即、這个微生物的发酵伊嘛，即个速度的即个问题吼。啊，因为温度较低的啊，即速度的较低，力的、啊這個、较无較,较明显看掉伊的不破啊呢哈。那么。 你再稍微等等等等一下下，再看看哈、哦。那么，但是别再用烧水哈，这千万唔当用烧水去个呛哈啊！这大体上是安尼，好，朋友，需要做些参考哈。哦、来，时间关系，两点钟的节目呢，那个先暂时就进行到这有点有点有点。兄弟兄弟，哪些个问题一样？明天空中见哦，拜拜。